打那棋子，对，找着他。田呐，田呐！ 长官，我们能走了吧？站住！啊，看见前面那个火烈点了没？把那个火烈点给我轰掉！长官，咱刚才不是说好了吗？我只要把这个炮给打响了，你就给我钱让我回家了。哪儿那么多废话？快点！长官，长官，说话不算数了，你说的呀！就是我这兄弟还得回家娶媳妇呢，你让我们走吧。媳妇，哎，你赶紧开炮！不开炮，我就毙了他！哥，长官，长官，我跟您说实话吧，您让我要再开炮的话。 那我一定会把别人给伤着的，那万一要把别人给炸死，那孤魂野鬼都会来找我来了，那我可怎么办呀？我，长官，你别上了，别上了，我开炮，我开炮行吗？田呐，田呐。 今天真是太过瘾了啊！不但第一次拿炮轰人，还第一次挨炮轰。准备，继续填炮。哎哥，哥，按照咱们教程，咱们的炮位已经暴露了，咱们是不是先转一炮位啊？刚才那一炮一定是试射，说不准啊，这下一炮就落大家脑袋上了。不着急，先打完这炮再说。又打中了，继续开炮。齐营，准备填弹，去，快点，快点。 我问你们，刚才最后一炮是谁放的？谁放的？我再问你们最后一次，刚才最后一炮谁放？如果不说，你们通通都得死！住手！哎，长官，长官，长官。 那个，我放了。哥，你是什么兵？马步兵，硬炮弹呢？马步兵！哎呦，哎哥，哎，用得着你来称英雄？说，刚才谁放的最后一炮？哎，长官，您别为难他们了，那真是我打的。哎，我。哦。 逞英雄是吧？不怕死我就成全你。哎哎哎哎！孔清明，哎，你要干什么？把枪给我放下。哥，这些都是从炮兵阵地下来的俘虏，刚才打青阳的，一定是他们。我要把那炮手找出来，为青阳报仇。青阳，是他炸死的吗？他就是个马夫兵，出来称英雄的。哎哎哎呦！说。 最后那一炮，到底是谁放的？我放的，真的是你打的？真的是我放的。我打第一炮的时候，我故意打的歪了一点，第二炮我们那长官拿枪逼着我，让我打准了，我也没办法，我就，是条汉子。长官，我也是没办法。哎哎哎，哎呦哎呦哎哎呦！长官，长官，哥，哎哎，长官，哎，哎，你不是说？
刚才最后一炮是你开的吗？那你证明给我看看，看前面那棵树，如果你一炮能击住这棵树为中心，方圆15步之内，我就相信。长官，如果万一击中了的话，能把我们都放了吗？可以，但是你记住了，如果打不中的话，你应该知道我要干什么。那就这么说定了。放了。你小子还真行啊！来人，把那些人都给放了，把这小子给我带走。